他的意思讲。也可以讲，因为你觉得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你大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下面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五幺二八四五四，哪个人啊？是阻碍交通是吧？还是报告头奖？哈哈哈哈哈！奖励感觉是基本的，麻烦你了，是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把信件。好的。严禁打招Thank you.
的紧张。哎，你说早啊，今天是上班，对吧？
Thank you.
我今天是带着一个任务而来的，我很高兴我们的同学温小姐、温玉莲小姐，她就是嫁到她很累，她很爱她，很体贴她的先生。在我来之前呢，她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我就看到那玉莲两个字，我说玉莲什么事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是玉莲的老公。哦，我说哎呀，恭喜发财，什么事情？她说今天，那是昨天的事。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，我知道你们明天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我说是，麻烦你给她一个惊喜，一定要买一个生日蛋糕给她庆祝庆祝。所以我们照办了，我们照办了，先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人家唱生日歌，而且我刚才出去就吹那个蛋糕进来的。那么我也是顺便带了两箱小小的柑来给你庆祝，分给大家吃 ，OK？ 啊，好好好，等一下，蛋糕进来的时候再唱歌。